四个顾客常会问到的问题，看完之后保证你就明白木片灵活饮为什么对护骨补骨那么有效了。第一，木片的成分有什么呢？木片的成分呢，有纯天然蛋壳膜、美国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、日本水解蛋黄多肽，都是对促进骨骼修复、缓解疼痛、保护软骨、增加骨密度及修复关节等非常好的保健原料。第二，木片可信吗？我们的总公司 Wellness 团队与各国的权威科学团队合作，经过不断探索、研究与测试，最终呢成功共同研发出了 Movion。 另外 Movion 也拥有 GMP、 HACCP 马来西亚卫生部食品安全与质量局批准，还有 JAPIM 清真认证，绝对是你的安心首选。三，如何服用？只需要摇一摇，撕开就可以饮用，每天一到两包，餐后服用。Movion 呢，绝对是市场上最方便的骨关节健康饮品。第四，关节骨头问题好了后，还需要继续服用吗？建议继续服用，因为要知道呢，预防胜于治疗。Movion 里面的成分呢，蛋壳膜对保护软骨及促进肌腱弹性呢，都有巨大的帮助。水解蛋黄多肽则是防止骨质流失、增加骨质密度的绝佳成分。所以，正在面对骨关节问题的你，还在等什么？我们有提供一对一咨询的服务，今天就一起一步到位，爱护你的骨关节吧。